我是 Melibon 啊，今天早上这个时间，大热门佛心直接让我脱离我的老子跟小孩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像安官一样去叫林香起床，好不好？现在时间动六动动，林香起床， OK， Let's go。 林香的房间，她的房间就在这里，一起把手小声一点，嘘。What's this？你东西倒掉了是吗？辟邪用的，辟邪用的。好 ，OK。辟邪。哇！哇！好 over。的印象好 over。我的老婆小孩不好意思了，我是工作，我是为了工作。现在我呢要把林香叫起床，叫起床的方法就是用仙歌的音乐，仙歌叫床好用。这个是口水咖啡杯，放正确方法。OK， 老师，三。起床了，起床了！刚刚那美丽动听的声音还没办法让你起床吗？你真的拒绝沟通吗？喂，阿龙，拒绝沟通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有办法的。朋友来，朋友来，朋友来，直接把他绑回去，直接把他绑回去，来把狗拐回去。好，接下来我把他送过去，你们要抓住他。来，一二三，嗨，嗨，小心，等一下走，走，快，小心，小心，一二三，嗨。快点坐好压好，快点！邻居看到这一幕会报警吧？OK， 很好。请问一下，怎么样？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现在要去录影。等一下，认真录影。没事 ，OK， 这样最好看，没关系，不穿更好看。OK， 这样好了，拜拜。好了，事实证明，突袭把人家带走是一个来劲的方式。这个方式推荐来劲，怎么好？来劲，第二现场，来，车子马上要进来了，还在面团里面，这个黑暗，它还是一个蛹啊！你们搞我，我太刺眼，好吓人的。林香已经抵达现场了，扛进来。好，放脚，好，再放头，终于落地，对，好，一二三，哇！哎呀，香妹你好，哇，他是被扔出来的，口罩，来看口罩，来，好，哇，检查有没有化妆，没有化妆，这一看就没化妆，哎呦，厉害的，超厉害，我还是觉得很惊讶，你怎么从家里被这样扛出来？你好像蛮 enjoy 的，就还蛮有趣的。有趣，没有被评价过。哦，厉害！刚刚美丽私底下好像有一些怎么了？我想说跟照片上面，我觉得有差那么一点点。哪有啊？有比对一下。
哎，他笑起来好像又没有。哎，那就是你没笑的关系。啊，要笑，笑很来劲，对，笑了就很来劲，青春就是无敌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睡觉一定要把腋下抬高。对，我睡觉不能躺枕头，我一躺枕头就会睡不好，就会觉得很降很低，对，我一定要。哦，这样子睡好看，哦，有点凹凹弯这样。哦，这样子就可以秒入睡，真的。对，只要把手两只举起来，就是这样，像这样子就可以很快就入睡。这个，那你起床的时候手不会抽筋吗？不会，这样超好睡的，因为等于你一边睡一边拉筋嘛，对，很伸展。露露，看中伸展，你会很气吗？我会替你很气。我有内衣代言了，可以买你那种内衣吗？他穿我的穿起来会更爆哦，会更好看。准备给他第几位？我觉得第二名是可以的，第二名是可以的，可以吗？但是你不会想看艾荣到第二名，然后让他坐下来，林香坐下来收局，哎呦，然后睡着。哎呦，这个提议很好，是不是？这个果然是姐姐。那是那只能先坐第一了，先坐第一，好，为了观众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了，没事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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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了观众啊，小心，小心，哦哦，你这个提议好，你这个提议是不是？还是姐姐厉害，那你就先第一名，先坐一下，睡姿展现一下，哦哦。